在生活中社造，在社会中改造。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发展近30年，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向，政府与民间共同协作，正是民主治理概念下的具体实践。桃园从2002年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，将社造资源盘点，人才培力扶植，到2017年区公所加入社造行列，将社造精神融入生活日常中，唤起居民对家乡的认同与热情，带动跨域思考与社群链接。桃园的社造已走向跨域公共议题和新媒体社群串联，展现合作的力量，公司协力为社造带来创新的无限可能。桃园是座多元族群共融的城市，造就了丰富的历史脉络，又具独特的社会结构，在轻盈世代交替之间，在族群与社群流动之间，在全球能源及暖化议题覆盖之际，而且它的生长环境是比较河川型的，交织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议题，同时也是桃园社造现在与未来的课题。伙伴们运用社造的概念，放眼日常生活中，透过讨论、共识与行动，营造出地方发展的各种可能性。你再弄一下，等一下叫规个拢甲停起，你包好啊。而桃园的社造花朵，就如同社造的各种成果，经由在地的滋养而生，透过细心浇灌，成长茁壮，开花绽放，展现动人的姿态。社造更好，群花绽放。